哎，坐游艇了，看水花四溅啊，看，哇，看我们的怡姐啊，她还能在船上玩手机啊，好厉害！啊，来，快出外海喽！出海了，出海了，看坐船了，啊，我们要去那个龟山岛。好了，我们讲了龟山岛。龟山岛离最快了。哎，对啊，不是啊，开玩笑嘛，来，你看，哇，看，哇，看在坐船了，好爽，好爽。哇，看，目标石原岛。啊，石原岛。啊，哦，石人岛，吓死人了！哟，后面有大白鲨、啊。我刚才有看到鲑鱼。真的。鲑鱼啊。鲑鱼啊。是啊。哎呀，好多、哦。哎呀，在大船呐、啊，快看！哦，我生平第一次啊，快艇啊，第一次快艇。啊。哇，我们要到外海去看。我看看。芙蓉哪会到芙蓉那边？哦。哦。我们要去鼻头。哦，去鼻头是吧？哇哇哇哇哇！你好，更漂亮。哇！你看，哇！出海！吓人！出海喽！哇！回头了，没海了。哇！看，我们去到那外面很远的地方啊！哇看，哇太棒了！能出过？啊，录影暂时结束。